给你的追随者吗？哎、欸，我不会用 IG 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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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用，放弃，关掉关掉关掉。没有，我明明才是主要输出位，我却都没有在打。好嘞，我可以做事了。你贴你的，对啊，我看到的是你的啊，可是我不是要看你啊，哈哈，我看你要干嘛？这就像那个之前网络上有人说，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说他的电脑坏了，男生跟他讲说拍照片怎么那个他不是啊，他说他荧幕出现好像坏掉的东西，然后男生说拍照片给我看。然后那个女生拍她自己的照片给他看一样，懂吗？按我的追踪中名单啊，你知道就是有人说年轻人才用 IG，老人不用 IG 一样吗？追踪中哦，然后嘞，那些都是小图片呢，你要看谁？图都很小诶。我有看到三尾木木犬，你看你是不是放弃啦、啊？哎 欸，不要乱放现金道具啊！那边欧贝坑，哎、欸，不过这个现金道具是干嘛用的啊？我也有哎、欸，有吧？我没有哎、欸，这是干嘛的？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女生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。我最近也在看一些东西，关于忧郁症啊。炸飞船的哦，不是我在想那个叫啥？我刚刚讲什么？忧郁症哦，对，因为这酱油他朋友，酱油他大概。好像爆料他也不太好，反正酱油就是他朋友，只要有人失恋都会去找酱油，然后就看到有人说什么，不要对忧郁症的人说，不要想太多，想开一点，那个赶快走出来，下一个，比如说我们下一个会更好啊，或是说，你要想想看你朋友啊或周围的人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就是。会反效果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讲得好有道理哦，糟糕了，因为我曾经也得到过啊，心灵导师，不是诶、欸，就比如说，他说他内容是写到什么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可是对于一个想死的人说，自杀才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最后手段呐、啊，那你还跟他讲说想开一点呐、啊，有的没的，反而是一个导火线。对，就是你，我曾经也是这样啦，因为我当时就是，他是说脑内不会分泌一些快乐的因素，还是叫什么东西的？就是大脑阻断的那个分泌的快乐能量被阻断了，
所以你跟他讲一些激励或是一些没有东西的话，反而会造成副作用。对啊，真的是。真的是要找他聊天，但是就是不能，也不是说不能聊太多啦，不能让他有乱想的时间，这样讲好了。因为我当时就是有一个人，在我在那时候乱想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可能带我玩游戏啊，或带我去，也不是带我玩游戏，就对啊，就是。玩游戏可能会找我，啊，那时候我是说我不想玩，然后说那你至少进聊天群吧，然后就是听我们玩这样子。那当下我是觉得很吵，我就把他们喇叭全部关掉。后来就是，可能就是心情已经很差了，然后就突然又听到他们在那边笑，我就觉得心情更不爽。但那个朋友之后我就没有联络了、啊，因为。他觉得我认识了菜渣他们之后，觉得我人变了，但我没有啊。就他觉得说他很那时候很努力在帮我走出来啊，怎么会是因为认识到鱼干菜渣他们就把他们给忘掉了？那于是就也没有说跟我不联络啦，就说要找他还是找到他。就只是你知道那种有疙瘩在，就觉得敲他也不是很好。因为其实认识鱼干菜渣之前，我其实蛮严重的啦。结束了，讲完自己心理故事了。像那时候。我也跟一些人讲啊，我不会安慰，我不太会安慰别人啊，因为我知道讲出这些话反而是反作用啊，所以我其实真的不太会去安慰那些失恋的女生或男生。哎、欸，这一场游戏已经加速了好吗？所以。这个是时光屋游戏那局，要不要玩？就很舒，不是很舒压，就反正我会用另外一个模式打开之后，就是挂着游戏，然后再剪片。不开心的时候听别人在旁边笑，真的很难受。对啊。你会睡着？不会啊，我会把你吼醒来。你也要看啊？哎，你也让我讲完故事，你那边一直催我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哎，可是他说这个账号为私人账号，追踪他以看他的相片和影片，是我追踪之后就可以看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这感觉也是逼人追踪，强迫追踪是不是？欸，我比较喜欢第一个，欸，第二个第二个我还好。好啦，我也没资格挑人家啦。啊，什么追踪还要发出请求哦？那我不要了，取消追踪。少一个，
我也觉得啊，你这样直接乱追踪人家，他谁？他是谁？怎么大我十几岁，跑来追踪我？你们都很宅，哎、欸，她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宅宅的妹子，哎，感觉就是会出去玩逛街的那种。哎、欸，少一个人哦，私密就是私密的就不要追踪啦，看公开的就好。有没有人？杰瑞，离开，过来。现在点名时间，不然就阿贝进来。Joker，不然你进来也可以啊，反正现在只是简单中等而已。可是第一个我已经列给你看了呢。第一个，你是说脸颊上面有黑色爱心那一位吗？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啊。不然我们礼拜六约出来吃饭啊？哈哈哈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啊。我礼拜六应该也是下午开台，晚上开台这样子，然后礼拜日。我还在安排时间呢，我觉得真的要有哦，杰瑞，你可以去赚钱了。我觉得我还在排班呢，不是排班呢，就是时间规划还在努力啦。我觉得时间规划好难哦，最不会就是时间规划了欸。我要干嘛？那我好，我放这个。啊，杰瑞，你那个离开之后啊，你可以点3.5磁铁片，那个可以回到你上一个存档点。不是存档点啊，那个上一个进那个进度。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好像在。对啊，因为。哇，在就是要开始算我一个月开的时数，那我一天要开几个小时才够？但重点是我的业绩要到，没有这样讲也不太好啦。反正就是我在努力去做这一块，对啊，我只能拼命的多开，可能跟服务业一样。我在想啊，如果要是我开的游戏你们都爱看的话，我就不用思考说我下一个要玩什么游戏，之后要玩什么游戏。我就是最怕说，比如说我今天玩的这款那个斗塔游戏，完全没人喜欢看，懂那种感觉吗？完全没人喜欢看，我就在思考说，那我下一个又要玩什么？被揍吗？
不是啊，很多人不像你们啊，他们是没有来挂台啊，就是点开，好吧，玩这个，离开。哎、欸，我很好奇，等一下我去偷看一下这个人的账号。哦，原来是猫哦，我以为是兔子嘞，就那个 X 开头的，因为那个小那个，我现在看到的缩图是非常非常小，我以为是一只跟布布一样花色的兔子，就是一只猫，哈，可惜。什么是正常？什么是金？下，我在打字。好，我回来了，一样在叙旧。说真的，我是游戏跟人对我才会跟台，不然不知道干嘛。对啊，我其实也是啊，不然就是朋友开台，就捧场开个当个分页仔，然后去做其他事情。不然我也是。我也会是因为看游戏再去看台啊，我很少会因为人去看台。就我以前在退曲，不是以前啊，哦对，以前我以前在退曲啊，也都会出现在一些玩麦块的那些小小观众实况组的台里面出现啊。那时候也常出现在那种。人数都只有个位数，但我还是很耐心在看看他在盖什么，因为搞不好可以学到什么、啊。那果不其然，我看完之后，我什么都没学到，我反而还教人家怎么盖、欸。但有些我真的觉得很屌哎、欸，因为有办法在水下盖一些很奇妙的建筑物，所以我会看一些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字？
实你更喜欢刺猬哦。觉得可以互动到很好，没有互动到那要看游戏类型啊。我认真玩麦块的话，我真的顾不到你们啊。声音好听，哎，当时就至于刚讲我声音好听，我才决定开麦讲话、啊。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我在游戏内打字，他看了不能及时沟通，觉得很烦，我就那时候就开麦了。等一下，我又赖了，我今天好忙哦。我也很讨厌不能及时沟通，就希望不也是。对啊，那个就是考虑到说什么时候开大，什么时候就是要有那种团队意识的时候，打字真的是有点烦。可能你大准备好了，你已经拔刀了，可是队友就是没跟上，不是队友已经都大招好了，准备冲了，才跟你讲说你大招还没好。哎、欸，今天真的好冷哦，15度哎、欸，是要死人哦。